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雅歌前后咧，我哋好奇怪，揾下揾下，应该我 expect Solomon 会写七首嘅，因为七代表 perfection 啫嘛。但系其实佢点解写咗六首咧？而我睇完雅歌六首之后咧，我发觉佢嗰六首系头三首系好靓嘅，后边嗰三首有啲乱噶。OK， 佢应该系一二三成为一组。OK， 一个系男仔嘅讲嘅诗歌，一个系女仔讲嘅诗歌。第三首就系一个嗰、那个男嘅迎娶个女嘅诗歌嚟嘅。OK， 所以就似系头三首咁，但后边嗰三首咧就一首奇怪嘅嘢，跟住加一首又系前嗰啲诗歌咧睇嘅样式，加埋最后嗰一首咧又系唔知点解奇奇怪怪嘅嘢咧。是越講越奇怪。最後那首講什麼呢？他說他那個女仔未求情，所以其實峰迴路轉，下歌是峰迴路轉，就是說那個女仔未夠情，所以不可以出嫁住的，很有趣的。所以雅歌是可以好好地沉澱。為什麼要沉澱呢？因為第一，寫作那個人是所羅門王。所羅門王看雅歌的時候呢，不只是他年紀大得滯的時候。如果根據傳道書去看所羅門王的或者年紀大了之後的人生的話，他的經歷的話，雅歌似乎是他剛剛的智慧或者經歷向上差不多到頂之前的日子裡面，在感情裡面所抒發的一切。Okay？ 但你發覺為什麼我覺得雅歌裡面會隱藏著所羅門的很多的謎語在裏面呢？我想說在所羅門的謎語是在雅歌裏面，為什麼呢？就因為其實所羅門在那個傳道書裏面，okay？ 都會發覺他講了很多關於感情的事，okay？ 關於很多情的事，人和上帝的感情的故事，okay？ 一切的事都是嘆息和虛空，全部都是 情感的抒發去到某個位置。所以因此呢，雅歌可以說是他借愛情來講一些他情感上面抒發得最犀利的東西。Okay？ 那如果他一寫不寫七首而寫六首的時候呢，我相信他有很多很特別的編排在裡面。Okay？ 因為六就是 number of men， 行不行？七就是 number， 即是 perfections 的意思。那如果你說真的 我做一個耶林樹英基督徒，這樣即是我要寫當然是寫七首的，行不行？我當然選第七排第七個位置坐的，行不行？我要修煉都修煉七七四十九日，行不行？七字啊嘛，個 perfect 喎。點解寫六首就停嘅咧？嗱，所羅門曾經有個傳聞咧，就係大衛之星係六角星嚟嘅，得唔得？而所羅門星咧就係一粒七角星嚟嘅。OK， 咁呢啲你自己可以去揾下所羅門之星嘅七係七嘅角嘅七星王嘅，但係七星王咧係一種好得意，因為七星王同五星王嘅共通點咧就係永遠都畫唔完，即係你永遠係繼續走嘅 infinity 嚟㗎。OK。六星王是兩個三角，記得唔記得？係兩條斷的三角路嚟嘅。七星王佢係好似五星王咁，係不斷 continue 七之後翻返去第一筆嘅。Okay？ 所以所羅門就充滿咗一種奇妙嘅智慧喺裏面嘅時候咧，佢借雅歌去抒發咗好多好奇妙嘅嘢。Okay？ 嗱，所以雅歌除咗話讀一兩次之後咧，可以沉澱。最緊要問係一個問題，就係佢究竟想講乜鬼嘢？因為睇到第六首嘅時候，我拗曬頭，做乜前面講個慶合合又話結婚又乜又剩？第四首開始拗頭，第六首就拗曬頭咯。睇到落最尾又好似愛得咁轟轟烈烈嘅時候，就話我個妹未夠稱，所以唔好出嫁住。跟住就好呆啦。究竟成個 story 係點？所羅門個腦裏邊諗緊啲乜嘢？係可以慢慢咁去估計佢。嗱，咁啊有麥 ，cool， 舒服少少嘛，好。羅海鵬開麥啊！羅海鵬試麥啊！喂喂，OK， 哇，真係唔同曬啊！佢，我講到邊啊？隱藏咗所羅門嘅智慧喺裏邊，峰迴路轉嘅嘢起。咁睇到第六首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好得意啊！咁我有幾個 perspective 要傳，我有幾個 perspective 要去 cover 嘅起。第一個 perspective 就係所羅門講乜啦？第二個 perspective 咧就係所羅門喺呢啲 hints 裏邊嘅時候講緊耶穌基督個福音嘅關係啦。第三個 perspective 就係同呢間餐廳有乜鬼關係啦，得唔得？所以其實有三個 perspective， 我諗我都會甩甩漏漏噶啦。咁啊，嗱雅歌第二章我哋講到佢話第二章第一節咧都仲係第一首嘅後面啊。
佢成個 mood 咧，其實喺呢裏面都會話俾你聽，個女仔不斷咁覺得自己係沙倫嘅玫瑰，係谷中嘅百合花，得唔得嘅？我是沙倫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咁係咪個女仔啊？係啊嘛，誒得唔得？所以個女仔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冇乜人去 aware 嘅嘢，誒谷中嘅百合花啊嘛，誒沙倫嘅玫瑰咧，即係話自己只不過係一個大花園裏邊種花之中一棵微小嘅花。誒同大家之前講咗，沙倫嘅玫瑰花其實唔係真係玫瑰嚟㗎，得唔得？誒個樣其實好普通，誒。咁喺沙倫呢個大花園裏面咧，佢係好唔顯眼。谷中嘅百合花咧，喺 Valley 裏面嘅一棵 Lily 都冇乜人理㗎。太過喺啲地形太過唔好嘅地方咧，冇乜人去發現有呢啲地方。所以因此佢係咁睇自己嘅。So my friends turn 得唔得？我在街偶在子女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呢啲全部就係女仔睇自己嘅 perspective 得唔得？咁第二樣嘢就係我都講過一樣嘢，我睇完雅歌之後咧。就真係開始知道耶穌基督點樣去欣賞，點樣去欣賞到撒瑪利亞婦人啊 ？OK， 咁我開始發覺原來撇除咗宗教嘅時候咧，你睇一個人嘅靈魂嘅時候，上帝嘅眼睛同人體嘅眼睛已經係唔同。OK， 人體嘅眼睛甚至可以話我哋喺呢個社會嘅眼睛裏面咧，父母嘅眼睛一樣咧，老師嘅眼睛一樣咧，其實係好 make sense 嘅。調翻轉上帝嘅眼睛咧，對於人嚟講其實唔係咁 make sense 嘅。OK。比如話你做一個老師得唔得？你做一個老師，你認識你個學生，比如我即係補習天王咁啦。咁啊，我教啲學生嘅時候，啲學生好聽話好叻，我係咪應該喜歡嗰啲學生唔係好叻嘅咧？係 nature 嚟嘅，我係中意啲學生叻啲多過學生唔叻嘅。第二樣嘢你可以話咁好啦，嗱你呢啲都有睇下你個 tutor 嘅性格係點啊？有啲中意保底，有啲中意拔尖喎，得唔得？咁啊 ，tutor 兩邊都中意。嗱，但係有一樣嘢咧，你就一定會同意㗎。一個學生好肯學，得唔得？同一個學生唔係好肯學，咁你會中意邊個啊？你梗係中意一個好肯學嘅人啦，係咪先？得唔得？嗱，呢個就係人嘅 perspective 啦。咁所以因此對於耶穌基督嚟講，或者對於上帝嚟講咧。我哋講我哋成日將耶穌同尼哥底母同耶穌同撒瑪利亞婦人嚟做對比噶嘛 ？OK， 正正係尼哥底母佢係一個好肯學嘅人 ，OK， 撒瑪利亞婦人其實同耶穌傾偈嘅時候咧，有啲反彈嘅，得唔得？佢唔係好想去同耶穌基督傾偈，但係耶穌一路捉住佢嚟，係咁同佢傾偈，俾佢知道佢接納佢。OK， 嗱，究竟人以人嘅角度嚟講，其實我諗我會中意尼哥底母多啲嘅。Okay? 起碼一講就啱嘴型，起碼佢真心嚟求問先啦。咁、okay? 究竟係咪因為佢嗱？我以前講，我以前淨係睇得到一樣嘢就係、是，尼哥底母因為佢背景係法利賽人嘅時候咧，耶穌基督係唔中意法利賽人嘅時候嚟借佢開火嘅啫。誒得唔得？即係比如話，我唔係好呢啲嘢唔講得嘅啫。即係比如話，我唔係好中意某一類人咁樣，咁只不過但係你可能好 nice， 但係我借你嚟發佢哋火得唔得？我哋啲。我哋嗰啲反咩啊？反水貨嘛，反水貨嗰啲人啊嘛，係嘛？鬧到冇嘢鬧，知道自己鬧錯人之後，仲走去話咁係你啲同胞乜乜乜乜乜啫？佢咁樣去借佢啲同胞嚟發佢火，咪佢係 innocent 嘅。而調翻轉點解佢咁做？因為要有面啊嘛，即係唔可以俾自己話自己認錯，覺得自己咩都係啱曬嘅。咁有啲同學仔就話咁。呢啲運動好似就變咗質啊！但其實佢哋太天真呢樣嘢，我都唔係好同意佢哋咁樣嘅，因為其實老實講句，呢啲運動去到某位嘅時候，一定係運用一啲衝動同埋恐怖嘅人，帶出衝動同恐怖嘅恐懼咧，先至會收到佢哋一開頭原先想要嘅果效嘅，得唔得？有一類係有志之士，得唔得？嗱，一定會帶起一班花生友咧，用佢哋嘅情緒咧，而達到一種。恐懼的目的的時候對方才會收到效果、okay? 所以和你飛飛去到某位裏面 是不 work 的但是不 work 它是一件好事不是 work 的話是很危險的、okay? 這些東西就是 give and take 就是你自己選擇在這個社會裏面我們不是評論政治我們要出街的跟住呢我想說什麼呢就是說我為什麼會見到尼哥底母的時候因為我看完那個雅歌、okay?看完雅歌就知道點解原來尼哥底母自己本身都真係一個好乞人憎嘅人。OK，
係我開始改變咗思維嘅，係咪改變得好好啊？對人類嚟講嘅話，我係改變得係一個唔好嘅方向嘅，因為我開始討厭呢啲尼哥底母嘅咁嘅人嘅求學啊，得唔得？求學嘅人點解求學人都好你都好憎咧？原來我發覺喺上帝嘅生命或者喺個心裏邊咧，可能佢喺嗰一刻裏邊唔中意尼哥底母更甚於其他嘅法利賽人。我終於睇得到呢個位置，因為我睇到雅哥。Okay? 雅哥嗰一章講乜嘢？講佢自己點睇自己，係用人類嘅眼光點睇人類自己，得唔得？原來喺上帝嘅眼光裏邊卻係另外一樣嘢。你所覺得形象上嘅唔美麗，得唔得？但係你卻見唔到你知道你形象上面唔美麗嘅時候嗰種嘅美麗。呢種上帝嘅美麗係睇得到。上帝睇人嘅美麗唔會睇下你究竟幾靚啊？嗱，因為我點可以咁樣？因為你需要假設上帝係全世界最靚嘅。Okay? 如果魔鏡呢個世界最靚係邊個咧？一定係上帝得唔得？得唔得？如果個魔鏡夠膽話唔係上帝，佢死緊得唔得？爆曬鏡都唔出奇。嗱，所以魔鏡上帝係最美麗嘅時候咧，咁其實人嘅世界裏邊一切嘅嘢都係唔夠佢自己咁美麗的，因此咧。其實一些人美麗少少咧，唔見得有幾美麗，誒得唔得？所以同對上帝嚟講咧，人其實都是人咁樣。好啦，對於一個完全美麗的上帝，咁佢覺得乜嘢先至係美麗咧？嗱，呢個世界佢創造喎，但係佢創造嘅嘢又好似唔夠佢美麗喎，係嘛？咁究竟上帝眼裏邊乜嘢係美麗？點解佢做成咁咧？我哋會唔會其實有陣時會先睇一下？上帝既然創造是這樣的時候，會不會這樣就是這樣才是最美麗呢？ Okay? 會不會是亞當夏娃他們是這樣其實才是最美麗，當他遮了塊 salad dressing 在上面的時候其實就變得不美麗。Okay? 所以因此上帝那種審美觀和我們審美觀不同，因為我們有 vanity 的 beauty， 很多個水眼睛的水準 在裡面看，但上帝可能 不同的。呢一樣嘢 make 唔 make sense 咧？其實都 make sense 嘅，因為如果父母生咗個 BB 出嚟嘅時候咧，嗱我唔講2001X 年嗰啲父母啊，今時今日啲父母我諗好，我已經覺得好奇怪啊。1900XX 年嗰啲父母啦，係 1900XX 年嗰啲父母通常大部分嘅咧睇個仔女係咁樣就係最靚嘅，係唔需要去改變或者係咁樣先係最靚。調翻轉，當個仔女開始要扮嘢啊，變得好奇怪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失去咗佢以前嗰種嘅美麗。Okay? 咁你話啦，細細個個小朋友，如果佢個樣唔係真係好標青嘅時候，你點會覺得佢靚咧？你覺得佢靚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就係做翻佢最真嘅自己。Okay? 做翻最真嘅自己嘅時候咧，原來有父母曉得珍惜。Okay? 但係你男朋友唔會珍惜，你男朋友就會覺得你個係公主病啊之類咁嘢。Okay? 但係父母識得珍惜嘅。Okay?所以到最後咧，你發覺美麗唔美麗，係咪真係外表唔一定？調翻轉嗰種嘅樣式，可能真係最靚。可能啲女仔唔化妝係最靚嘅，係好多時候。嗱，尼哥底母有咩問題？尼哥底母同埋撒瑪利亞婦人個唔同點上咧，值得欣賞嘅第一個位咧，就係尼哥底母聽咗上帝嘅福音，知道曬全盤嘅救恩。耶穌基督被舉起嗰一刻，明唔明？佢嘅永生就得到啦，呢個係一個幾大嘅 revelations， OK？ 呢個 revelations， OK？ 呢個 revelations 本身同撒瑪利亞婦人得到嘅 revelations 係一樣咁犀利，因為撒瑪利亞人就個婦人咧就知道耶穌就係尼賽亞，就係救世主 ，OK？ 同樣地，尼哥底母亦都知道佢嘅永生就喺嗰度，所以佢亦都係知道咗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尼賽亞，得唔得 ？OK？ 但係問題就係、是。他們知道了那又怎麼呢？問題就是他們知道了之後呢，尼哥底母就沒有去改變甩了他的法利賽人的身份，但他當然也沒有反基督，他也嘗試為耶穌基督爭辯，但他並沒有拼死拼命地去為他爭辯，脫離自己的身份，行不行？但撒瑪利亞婦人呢，就將他自己以前要隱藏的過去毫無保留咁拎出去啦，抌低咗自己要做緊嗰盤水嘅嘢啦，唔再停留喺自己嗰個身份裏面，去完全嘅去將
耶穌基督俾佢嗰個福音咧係彰顯出嚟。OK， 嗱，所以因此喺上帝嘅眼光裏邊嘅時候咧，尼哥底母點解咁黑人憎？就是、因為上帝已經見得到嘅，就算我花曬時間將我個奧秘全部講曬俾你聽，你都係一個立立落落唔願意為福音走出一大步嘅人，只係希望喺自己僅有嘅掣肘，比如話法利賽人嘅身份啦、社會嘅背景啦，得唔得？今時今日就好多個基督徒嘅身份啦，或者係一啲教會裏面嘅職位啦。就算佢聽到真正嘅福音嘅時候咧，佢都因為好多嘅原因咧，讓自己生命停滯不前。OK， 但係撒瑪利亞婦人咧就將自己完全豁出去啦。OK， 當然啦，身份唔同嘛，一個高貴啊嘛，一個係嚇、啊、有好多個老公嘅。OK， 嗱，但係問題就係、是，倘若你咁，你不如咁諗下，如果一個上帝知道你呢個人其實點都唔會行出福音嘅一步㗎啦，但佢仲要花時間去同你講曬最正嘅福音嘅時候，其實我深刻覺得尼哥底母喺呢一刻裏面真係好鬼黑人憎，即係我明知你都唔會改變嘅，但係又要將全部嘅救恩嘅福音裏面嘅奧秘全部同你講曬俾你聽，但係你始終睇你個樣都係唔會行嘅，得唔得？嗱，我唔會話佢係零啊。OK， 調翻轉，如果你係啲法利賽人，如果就係唔信嘅，就係唔信嘅。Okay? 其實他反而裏表如一，在上帝眼裏面沒那麼黑人憎。Okay? 保羅在上帝眼裏面是起初的保羅，即是未改變的保羅。Okay? 是不會好像尼哥底母那麼黑人憎。Okay? 因為他不信就是不信，他是有理據說我怎麼可能相信這件事的時候呢，是很坦坦白白。還有沒有這些 cases， 這些人是耶穌喜歡的？還有一個、okay? 他就是那個在無花果樹下面那個遇見他那個叫什麼名字，拿但業咁啦，誒拿但業都係講句咁搞錯，加利利邊度出到啲好嘢㗎，得唔得？佢係一句劈落去冇可能嘅，得嘛？耶穌中意佢，點解耶穌中意呢啲咁嘅人啊？因為佢係裏表如一，而佢深知道如果俾呢啲人接觸到福音嘅時候咧，佢會 go all the way， 佢會行出佢生命嘅一步。OK， 所以靠宗教食飯嗰啲人咧，如果最好就一世咧唔好死啦，最好一世咧就唔好掂到福音。如果他掂到福音的話，又不願意改變他自己因為金錢、啊、職業、啊、地方、啊、okay? 那些掣肘，甚至可能因為自己在某一個機構裏面、團體裏面很多年在裏面，上面幾代下面幾代都在裏面，而不願意為耶穌基督福音走一步的時候，這個人倒不如一生都不掂福音好一點，行不行？因為他不會願意為上帝走出這一步，而他借宗教的名字呢，最慘最黑人憎的就是他就借回宗教，借回上帝的名字來鎮壓自己生命的改變。Okay? 這些人耶穌基督給他福音，他去開他眼睛，其實就是讓他知道他是一個真的很黑人憎的人。調回轉，撒瑪利亞婦人縱然不願意跟耶穌傾偈，但他心知道如果他願意接受的話，他一生就會改變，一接觸那刻就一定改變。這種人有沒有另外一個例子在聖經裡面？還有一個的Sorry， 爬小矮仔 ，OK， fine， 誒、okay? ，爬小矮仔都 OK 噶，誒、okay? ，仲有一個血流嘅女人，仲有血流兩個都係，唔止一個啦，數下數下好多個啦，係嘛？盲嗰個係嘛？盲嗰個生出嚟就盲嗰個，俾耶穌基督醫翻佢眼睛嗰個係嘛？嗰、那個去到最盡，成個會堂 reject 佢，趕佢出去，佢父母都驚到震嘅時候咧。他願意為耶穌基督 defense 到底，被人操出去咧，仲係好開心。耶穌將個 revelation 再話俾佢聽，我就係上帝嘅兒子，我即刻跪低拜佢，得唔得？即係呢啲好 wonderful 嘅人咧，耶穌基督係好中意。Okay? 所以原來上帝唔介意你幾刁橋扭令嘅，只要你裏表如一。但係立立落落嘅人咧，你唔知道真理嘅時候，上帝都仲有你。你知道真理仲立立落落嘅時候，哇！上帝真係對你唔客氣。當然今時今日我們在個 Age of Grace 裏面的時候，上帝就會忍你，好像羅馬書裏面說我忍你，忍到你某位的時候激到我死了，這個是羅馬書說的，即為自己全職憤怒嘛，上帝所憎惡的、上帝就會忍他，多多的忍耐他，希望在這個忍耐裏面能夠令到他改變嘛，行不行？但是激到上帝爆炸的日子裏面，差不多這些末世的日子裏面，可以一嘢一嘢劈落去，得唔得？我哋都見到唔多嘅人，唔係唔
多，係唔少嘅人咧已經俾上帝反曬出嚟。OK， 嗱，你一明，所以點解我睇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係因為我見得到雅哥，雅哥就係調翻轉個女仔覺得自己係咁樣係唔靚嘅，覺得自己係平凡同埋係冇人睇。嗱，第二樣嘢我哋唔可以當我係中國人嚟嘅，佢哋唔識得咁樣去謙虛自己。佢梗係講自己嘅 complexion 係點，係點係點，所以係好 fair 嘅一樣嘢。第三樣嘢記住呢個所羅門寫嘅， OK？ 所以你知道佢想表達啲乜嘢，咁你可以跟住落去啦。OK？ 第幾節啦？第八節。OK？ 雅歌第二首，你嗱每一呢三首雅歌你都見得到。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指著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第七節嗰度，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得唔得？不要激動愛情，等他自發。Okay? 所以其實個 concept 就係話喺所羅門裏面嗰三首詩裏面都係講呢樣嘢。愛情係唔可以逼嘅，愛情唔單止唔可以逼，佢仲有一樣嘢。嗱，逼係一樣嘢，即係話我攞到支槍話你嫁俾我啦，嗰啲咁嘢就叫逼你啊，唔知。嗱、okay? ，但係問題就係、是。咩叫做咁呢？呢裏面講嘅係咩啊？叫佢唔好叫醒佢添啊，得唔得？即係醒都唔好醒，即係你畫公仔唔好畫出腸咁滯，真係慢慢嘅煲佢，等佢 realize 你佢對你嘅愛，就好似耶穌基督一樣嘅。等我哋突然之間醒嘅時候咧，慢慢醒嘅時候咧，我 realize 咗上帝對我哋嘅愛。今日揸車嘅時候啊嘛，揸車嘅時候，等你諗下，喺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喺荃灣嘅時候咧，好多年前喺荃灣嘅時候咧，同阿 Yan 傾過一啲嘢嘅 ，OK， 所以其實突然之間發覺，咦，上帝成就咗呢啲好奇妙，我哋好 casual 嚟咁講嘅時候咧，我哋係咪話上帝使我哋願望成真啊？呢樣嘢事少啊，願望成真事少，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發覺原來我哋口輕輕。下巴輕輕講嗰兩句咧，上帝係一路聽住。只要係正嘅，我哋講過嘅嘢咧，上帝一路聽住。上帝為我哋成就之後咧，我哋都唔會話嗱，原來上帝已經為我成就。咦，原來當日我許過呢個願喎，得唔得？就好似一個女仔同一個男仔，拍拖或者未拍拖之前咧，行過一個首飾鋪嘅時候咧，突然間見佢講都冇講，突然間個眼睛望住一對耳環，望咗兩三秒嘅。三秒或者五秒定咗喺度嘅時候咧，跟住講都冇講就走咗，但係個男仔記得，咁啊神秘地咧就買咗呢對耳環嘅時候咧，某日咧送咗俾佢，其實係佢好留意我哋一啲好小嘅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上帝係好錫我哋，呢種愛情就係上帝要慢慢煲，特登唔同你講，等你唔好一路候住嗰個 concept， 嗱。所以呢度點解叫做井旁嘅？我覺得好有意思啊！聽啊，是我良人的聲音，看啊，他，OK， 繼續幫我讀啊，唔該，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啦，喺呢個位裏面咧，就係、是、呢個男仔咧，就開始揾呢，調翻轉呢次就到男仔去揾個女仔啦，就喺窗口嗰度偷一偷睇佢啦，或者睇下佢咁樣，咁希望佢肯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行，希望可以叫一叫佢，得唔得？因為冬天已往，雨水只接過去，地上散花開放，發現微笑的時候已經落到。所以好肯定一樣嘢咧，我見得到咧，就係話出邊嘅景色好靚啦，而家係嘛？時候到咗啦，時候到咗啦，但係第二樣嘢就係佢不斷咁去偷窺，或者係不斷咁去好啊，不斷咁偷窺，我覺得好衰。我哋華人啲 terms 好差。我用帝女花嗰啲偷偷看、偷偷望啦，好嘛？跟住。但係唔係飲砒霜，我諗嘅，即係經常去想念去睇佢嘅時候咧，偷呢啲咁嘅偷睇嘅 concept 就係話，都唔好俾對方點樣察覺你，得唔得？都唔好真係等你成覺得成日有人望住你咁恐怖啊！嗱，呢啲似係嗱，所以因此人同上帝中間嗰種關係，你係可以喺雅歌裏面睇得到，
耶穌基督或者上帝，如果佢帶著同我哋嘅關係係一種愛情嘅手法嘅時候咧，你又知道佢唔係嗰啲 sales 落到嚟砰砰聲同你 sell 信我啦，有永生；信我啦，有愛情；信我啦，有乜乜，即係唔係呢一隻？但係佢係真係慢慢煲之餘咧，佢仲係好温柔咁喺每個位裏邊咧，成日都睇住我哋嘅，咪裝我哋，即係唔會太過突出咁去影響我哋嘅生命，到除非我哋情願。所以其實上帝和我們中間的關係本身就是這麼微妙，而我們發覺我們經常覺得上帝若隱若現的話呢，理由是為什麼？就是愛情這兩個字，很簡單的、okay? 因為冬天已過，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 OK， 講了了，班溝聲來，聲音在我們的境內也聽見。十三節呢，你記唔記得到所羅門王嘅心靈喺呢一刻裏面寫呢啲愛情觀嘅時候咧？我有陣時睇睇下，我必須要假設上帝嘅靈真係同佢產生咗一個共鳴。OK， 佢心裏面淨係諗咗兩樣嘢：無花果樹同埋葡萄樹。我講過好多次啦，得唔得？都係一啲屬耶穌基督嘅人嚟嘅。OK， 一啲真猶太人同埋信徒。OK， 葡萄樹啦。OK， 同埋無花果樹。OK， 而呢啲嘢都開始漸漸成熟啦。OK， 乜嘢叫做成熟啊？乜嘢叫做開花放香？幾時佢哋開始？係咪代表佢哋信耶穌嗰一刻啊？冇理由㗎，信耶穌嗰一刻就係啱啱好變成葡萄樹啫嘛。信耶穌嗰一刻或者真真正正認真對上帝嘅時候，啱啱好成為無花果樹啫。嗱，耶穌話嗰陣時就話去到一個無花果樹嘅時候咧，就要求一個果子，冇嗰個果子就 curse the tree 啊嘛，即係。當時佢係應該係有果子嘅時間，所以其實變係無花果同埋無花果結果咧係有段時間嘅，就好似亞伯拉罕同上帝喺埋一齊稱義之後咧，同佢成為信心之父係有段時間。誒，佢開始放出佢嗰種嘅香氣嘅時候咧，係有點個時間。誒，所以因此究竟呢個位係邊個位咧？係咪信耶穌嗰個位咧？其實唔係好唔係好一定嘅。誒，咁究竟喺邊個位咧？誒，其實我。自己假設咧，因為呢卷書嘅背景嘅時候咧，我嘅假設就係當一個信徒或者當一個跟隨上帝嘅人咧，同上帝產生愛情嗰一日，得唔得？同上帝同耶穌基督或者同個 gospel，OK，、okay? 產生咗愛情嗰一日，嗱，產生愛情嗰一日咧，同你相信佢嗰一日係兩日嚟嘅，誒、okay? ，大家都知㗎啦，係嘛？誒、okay? ，你信耶穌嗰一日，誒、okay? ，你會好感受得到。佢愛你嗰樣嘢，但係你真係愛上咗上帝嗰一日咧，係另外一日嚟。產生咗你同上帝中間愛情嗰一日咧，亦都係大衛王擁有佢一個同上帝永遠都分離唔到嘅嗰個契機嗰一日。喺細細個嘅時候，佢彈琴嘅時候，嗱就喺呢一日裏邊咧，我的家人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繼續啊！所以呢度一睇嘅時候咧，你又可以見得到呢句説話係邊個同邊個講嘅？究竟係個女仔同個男仔講啊，定係男仔同女仔講啊？聲音柔和得唔得？聲音柔和，你嘅面貌秀美。其實你一聽聲音柔和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好肯定話俾你聽，佢要求你與我同去，係個男仔要求個女仔啊嘛，得唔得？佢就稱呼呢個女仔話你嘅肉。求你俾我見得到你嘅面貌，聽你嘅聲音，因為你嘅聲音柔和，你嘅面貌秀美。對於呢個男仔嚟講咧，佢覺得呢個女仔係好靚，同埋把聲好好聽。對於呢個女仔嚟講，覺得自己係平平無奇，但係呢個男仔卻係覺得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嘢。會唔會係我哋中國人嗰啲咁嘅少少虛偽嗰啲咁嘅讚美唔識，即係見到個女仔就話啊靚女咁樣啦，靚女斟水啊咁樣，成日都係咁噶啦 ，Auntie 都係靚女斟水。嗱呢啲係我哋中國人口道嘅 culture， 我唔知係口道定係咩啦，得唔得？究竟係因為我哋口同黑係一齊咁啊，口黑學嘅嘛？究竟係口道定黑心咧？我諗斟水先係 functional 嘅，咁所以嗰個係黑嗰個口黑學裏邊嘅黑嘢嚟嘅。
即係其實黑心，佢係為咗你 serve 佢好啲咧，咁佢先叫你靚女嘅。嗱，咁呢啲靚女係我哋環裏邊都係咁講嘅。但係寫咗咧，原來我哋喺好多愛情觀裏邊都真係咁樣嘅。好多嘅男女都係咁樣去讚對方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咁做。而佢哋點解咁做？因為人哋教佢嘅。人哋成日教佢多啲讚下你老婆啦，讚下你老婆靚先得噶嘛。讚下你老公叻先得噶嘛，要多啲讚，多啲讚得唔得？人哋教你多啲讚嘅話咧，同埋你自己真係 realize 同察覺佢靚咧係兩回事，得唔得？嗰啲係好假嘅嘢。而喺呢一個 situation 喺呢個愛情觀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明白呢個男人點解可以覺得呢個女仔真係靚，聲音真係柔和，得唔得？我一個愛情嘅裏邊會唔會將佢嘅信心或者佢嘅投射咧？勝過佢眼前嘅事實咧，我唔知係咪嘅事，可能個女仔都幾靚咧。所羅門個幻想中嘅女仔得唔得咧？我諗都唔會太差嘅，其實。要給我們琴拿。嗱，所以點解同我哋餐廳又有關，我同我哋嘅事工又有關，同我哋一切嘅有關咧？原來呢啲係 common sense 嚟嘅。倘若我哋嘅葡萄開花，開花之後就結果噶啦，得唔得？開花就會發放開花結果之前擁有嘅香氣，即係呢個世界裏面好多個動物都知道開花之後咪結果咯，得唔得？咁而家嚟咪將會有葡萄色咯，得唔得？或者呢啲花香本身係引佢哋嚟，所以呢啲就自然會有啲狐狸咧，因為呢啲花香嘅緣故咧，嚟到呢度咧，佢係想破壞個葡萄園，佢哋就叫破壞葡萄園嘅小狐狸。咁啲人就係話啊，係咪邊個邊個唔一定㗎？其實因為你發覺所羅門嘅智慧係講一啲必然性嘅自然產生嘅嘢，佢唔係講話啊 ，David 你小心啲啦。嗱，你讀到呢一節嘅話咧。你有咩事工嘅話，就會有小狐狸出現咁啊！咁我不斷又揾下邊個狐狸精嗰啲咁嘢咧，好奇怪。唔係講緊呢啲嘢，係講緊呢啲花香本身 naturally 就會引咗嗰啲狐狸，而狐狸嘅性格嘅本身咧就必定會破壞呢啲花嘅呢啲嘅葡萄園嘅，所以你必須要捉拿佢。呢啲全部 naturally 嘅 nature 嘅嘢 ，naturally redundant 嘅 redundant 事。所以其實要捉呢啲小狐狸，呢啲小狐狸就係咩啊？假設如果我哋呢啲嘢，你哋我都相信好多人都會暫時開始都會多謝大家俾面咁啊，睇得起呢啲事工啊，得唔得？但係我記得我從翻香港搞第一次嘅晚會嘅時候，我都insist一樣嘢喎，呢啲唔係事工嚟嘅，你哋啲每一個人嘅生命先係上帝嘅事工。呢啲嘢可以係過眼雲煙冇問題，我哋大家可以是但揾份工可以生存，唔使靠呢啲嘢去將我哋同上帝嘅 grace 咧掛鈎喺任何一個位置。但係我哋見得到眼前嘅每一件事都有上帝嘅恩典嘅時候咧，我哋都肯定上帝嘅足跡。如果呢啲嘢喺人哋喺對於我哋嘅果子之前叫做有啲花香，得唔得？就自然會引入一啲嘅小狐狸㗎啦。咁乜嘢係小狐狸？呢小狐狸就係因為呢啲花香而產生嘅嘢。而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如果呢啲係人哋眼裏面係覺得係實質嘅事工嘅話咧，咁因事工而產生一啲想破壞或者想叉只腳嚟搞亂或者係破壞嘅 spirit， 嗱我唔話人啊，我係話背後一定有一隻靈咧，或者一啲嘅靈咧，叫嫉妒嘅靈又好咧，或者係混亂的靈又好，或者是一些其實可能很血氣很想分一杯羹來幫下手參與一下來搞亂動的一時興起那些東西呢，血氣的這些全部都會出現的。我們有沒有小心的去擒拿這些小狐狸，免得這些花見不到果呢？如果你說好了，這些事工一切產生的果是什麼果呢？會不會產生很多的晚餐啊、布菲啊，係個果咧，唔係嘅，絕對唔係 weapon 嚟，係嘛？絕對係我哋嘅福音係咪能夠實在地咁落實喺每一個地方？所以因此，如果呢啲係真真正正福音嘅阻礙嘅時候，我哋會唔會留意一見到呢啲小狐狸，呢啲記住係 spirit 嚟嘅，唔係人嚟嘅？我哋就可以捉住佢，
而去唔讓佢破壞呢啲葡萄園咧？咁啲人就會問，咁即係咩叫捉小狐咧？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個 work， 就係你個 word， 誒 D 啊，唔係 K 啊，係你個 word， 誒，你會唔會用你嘅説話，會唔會用你嘅理據，會唔會用你嘅信心嘅説話咧，去同佢哋解釋，俾佢哋知道究竟實質上係乜嘢？誒、okay? ，會唔會調翻轉咗睇下我哋心裏邊有冇呢啲咁奇奇怪怪嘅狐狸嘅 spirit 喺裏邊？誒，喺呢個時空上邊會唔會 tap 咗啲乜嘢 resources so that 佢結唔到個果？誒、okay?。我哋一定要見到個果子，人嘅生命係有 blessing， 誒 ，being blessed by 一個 holistic 嘅 gospel， 誒，我要一個係全人性嘅福音 ，holistic 啊，唔好意思啊，你即係全人性嘅福音，即係話福音唔係齋託，我要見到你生命一定嘅改變，我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好人，我係要你變成一個人深深咁去 experience 上你對你實在嘅愛，你嘅生命有改變 ，take a leap 嘅，誒，所以我哋會唔會？小心呢個葡萄園去捉拿呢啲小狐狸，而呢啲嘢卻係必然地 naturally 一定會產生，所以如果有攻擊嘅時候，大家請努力去 defense。如果你覺得應該留翻俾上帝，反正佢都冇乜人睬嘅時候咧，你就好好嘅祈禱，留翻俾上帝，願意上帝出手去搞掂呢一切，得唔得？我哋繼續啦喎。OK， 嗱呢度咧就係、是、話良人屬我，我也屬他，得唔得 ？My beloved is mine and I am his。OK， he feeds among the lily。OK， 佢牧羊嘅地方就喺 lily 嘅地方。OK， 但係呢個女仔或者呢個男仔，我都唔知呢個男仔定女仔嘅，講到咁樣嘅，得唔得？良人屬我 ，I am his 嘅意思咧，可能個女仔就係咁講。OK， 嗱呢個理論上都仲有個男仔講噶嘛。OK， 嗱男女呢度只都分唔到，因為都係。嗰、那個翻譯嘅人嘗試去估計邊句係男仔邊句係女仔講嘅 ，OK 嗱，佢哋唔係喺埋一齊，未喺埋一齊，但係我已經係佢㗎啦，佢已經係我，呢啲全部都係一種beyond 你嘅戒指 ，beyond 你一切嘅禮儀嘅一種事實嚟嘅。你覺得你 belongs to 邊個？你信乜嘢 ？OK 嗱，所以因此咧，今時今日喺呢個社會裏邊咧，你要學識一樣嘢 ，OK 學識去。去運用你的 faith 同埋學識去 believe the right things， OK？ 而你話乜嘢叫 right things 係 right things 咧？而家 OK？ 好難講乜嘢係 right things 㗎 ，OK？ 但係我諗如果你唔知道咩係 right things 嘅時候咧，我介紹你轉轉個 terms， 今時今日得唔得 ？What is a wise thing？ 因為只有 wisdom 呢樣嘢咧話俾你 what is a right thing， OK？ 如果你唔知道乜嘢係啱咩係錯嘅時候咧，就請你唔好。請你唔好話 what is a smart thing， 唔係，我哋唔好諗嘢。What is a wise thing？ 有乜嘢係有智慧嘅事？你嘅選擇係有智慧嘅選擇，你去信你就信嗰一樣嘢，得唔得？今時今日，如果你覺得有啲人話啊，你唔可以相信呢樣嘢嘅時候，你諗清楚嘅，因為佢想改變你嘅相信，你信唔信係你嘅事，得唔得？真㗎，你老師能夠成為你老師。第一個 requirement 就係你要相信佢係你老師，但係你嘅自由選擇權你可以唔信佢係你老師。咁只要你唔信佢係你老師嘅時候咧，其實佢一路都冇辦法去教到你嘅。OK， 我有個姓李嘅，我哋叫李老闆或者叫李老師都得，得唔得 ？OK， 所以其實但係呢個 faith 嘅本身嘅 authority 咧，記住一樣嘢，唔係任何人可以。100% 咁加諸喺你身上，係你自己選擇去信嘅啫。OK， 呢個世界可以呃你，叫你去信，但係最後信定係唔信係你自己手裏邊。你相信 ？OK， 我唔講政治嘢啦。OK， 如果你人哋話俾你聽，你一定係失敗嘅。OK， 你千祈你第一步能夠唔踩入失敗呢兩個字裏邊咧，就係、是、先 reject。这個信念，你信是你的事，得唔得？我不信你这句说话。Okay? 如果他硬再 insist 的时候，你就 reject 多一嚿，我连你都不信，得唔得？你只要不信他说话，他再踩下来连他都不信的时候，那你他那句说话就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你，他必定要令到你相信这件事，给很多个资料，很多个理据，或者给20-30个钟头给你，你不断地疲劳轰炸，那些美容。我覺得美容服務咧好叻噶嘛，
佢係逼你要相信一樣嘢，你必須要呢一個 package 嘅。但如果你一路都係 reject 佢嘅話咧，你連佢都唔信嘅時候咧，佢睇一部連佢公司都唔信嘅話咧，其實冇人可以呃到你，因為你第一句就話咁你想氹我啲錢啫，得唔得？你就你可能佢真係唔係想氹你啲錢，但係你可以改變你嘅相信，我選擇 wisely 去相信你係氹我啲錢嘅，嗱咁樣死梗啊，碌死佢咁啦。咁你就到底都會 reject 佢，特別佢 look card 嘅時候會好 sensitive。OK， 好好咁加住你所信嘅嘢。OK， 我哋聖經裏面成日、提醒我哋一樣箴言裏面，你們要保守你嘅心，勝過保守一切啊嘛。因為人一生嘅果效都係從心而發嘅。但係乜嘢叫做保守我哋嘅心啊？保守我哋嘅心嘅第一樣嘢就是保守我哋所信嘅嘢。OK， 如果你唔知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乜嘢係一個應該相信嘅嘢 ，OK， 就 please 你 think about what is a wise thing， 你應該相信嘅嘢。OK， 嗱 ，for example， 大家試下信唔信得到咯 ？OK， 嗱，你食飯嘅，你食飽咗之後啦，仲有半碟飯喺度 ，OK， 仲有兩嚿腸仔喺度。假設你唔係好中意食腸仔，你唔好似我啲見到腸仔就想食嗰啲人嘅，得唔得？你係對腸仔一般般嘅啫。OK， 你可以信一樣嘢就係話你唔食就係浪費，係嘛？嗱，呢個係社會都俾你同 challenge 你嘅一個好似 sounds 嚟好啱好道德。的觀念，因為你不要浪費食物，所以很容易會令到每一個人十個人裡面八個人都有這個信念的。跟著他有這個信念之後，誰個人不 comply 都會被人家說哇你浪費食物，那一句就罵下去了。但我想你們想清楚， Is it a wise thing? Wise things? Is it wise things? 是不是充滿智慧的這個說話？我想問一句，你吃完就不浪費了嗎？你不吃它就浪費了嗎？你食同唔食佢都煮咗，都係抌落垃圾桶。你唔係抌落垃圾桶，你都去廁所走出嚟㗎啦，係嘛 ？OK， 第二樣嘢，你食埋佢，你可能就得多糖尿病。可能上一代咁鬼多糖尿病，就因為佢哋成日都諗埋呢啲咁嘅自以為啱嘅嘢，卻傷害自己身體。It is a foolish thing somehow， 得唔得？你選唔選擇相信係你嘅事，我覺得食嘢應該係適量。下一次你覺得唔想浪費，唔好煮咁多。但是你去餐廳嗰時候，如果佢硬係要煮咁多，你冇辦法叫佢唔煮咁多，你唔好喺嗰度食咯。咁如果喺嗰度食嘅時候又覺得唔好意思嘅時候，你就話多謝香腸咁，你由佢咯，係嘛 ？OK， 嗱，唔使相信愚蠢嘅嘢。OK， 我哋要 check 下每一樣我哋所信嘅，其實可能唔係一個 wise thing。OK， 話我講緊乜嘢？繼續鬧到你哋。OK， 好啦 ，OK， I'm my beloved， the beloved is mine， 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的時候，你要轉回嘅，即係話，倘若一個日子一轉啦，就請你即刻翻嚟啦，好想佢翻嚟我哋身邊嘅。呢篇嘢未完嘅後邊。所以發生什麼事呢？卻尋不見、究竟發生什麼事呢？第二卷的、雅歌很得意的，就是那個男仔本來去偷看他，跟著又想邀請他叫他出去，行不行？一叫他出去的時候呢，到最後呢 他沒有出去、沒有出去之後呢，那個男仔就走了。他走了的時候又希望他找回見他，因為他覺得他 belongs to 他、所以其實跟住咧，佢就到個女仔走去揾佢啦，得唔得？呢種我嚟揾你，你又唔睬我，跟住我嚟揾你嘅時候咧，調翻轉你又唔喺度，跟住你嗰日喺邊度咧？不斷咁揾佢，未揾佢嘅咩？哦，啊哈！我夜間卧在床上啊嘛，第三章啊嘛，得唔得？尋找我心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不見。得唔得？
即係等到時候都過曬啦，我好希望你呢一刻翻到嚟，你翻唔到嚟喎，我好緊張，我就出去揾你啦。所以其實佢就話，就算我躺卧喺床上邊等你翻嚟嘅時候咧，我都忍唔住，我要出去揾你啦。但係揾唔到。所以因此咧，終於喺城中嘅日子裏邊咧，佢即刻問完呢一句就揾到佢啦，即刻，我就捉住佢唔准佢放手，你咪唔准佢放手係佢自己唔放手，不容他走，直接拉佢翻去佢媽咪嘅屋企，得唔得？佢應該住喺即係自己屋企啦，都懷我者的內室，into the chamber of her that conceived me， 好得意啊，即係。在他阿爸阿媽的房間那裡，阿爸阿媽生他的房間那裡，那你看看所羅門寫的文筆，他寫到這個位置，大家心照，去到某個位置，即是其實他都用一些比較漂亮的東西，想他拉他進去 KO 他之類的東西，所以其實在這個位置裡面都是這樣，好像人和上帝中間的關係一樣，有機會呢我哋都會等佢，得唔得？等到某個位咧，原來人類嘅心裏邊嗰種對上帝嗰種嚮往，都會走出去嘗試去揾，而不斷咁去問佢究竟喺邊。但係如果有一個人揾到佢咧，佢就會捉緊佢嘅，得唔得？莊子都係咁樣嘅，我希望有一日遇到佢，遇到佢就一定會捉實佢做朋友嘅。所以其實每個人都係咁樣嘅，捉得到、見得到佢就捉佢，就唔可以俾佢離開。耶穌基督嘅福音一樣，我發覺我都唔知道自己信咗幾多年㗎啦，都過廿年陰公嘅，陰公陰公嘅，真係嘅。唔計啦，你下先。捉住耶穌基督嘅福音之後，有冇放手過？我發覺我一生冇放手過。冇放手過嘅時候，究竟係為乜？是不是有人不斷地去教導我耶穌基督福音沒有，行不行？差不多十幾年之後才遇到 Pastor Joseph Prince， 他都不知道我是誰了， anyway， 搞得這麼大，但是問題就是才見得到耶穌基督福音的時候找到他自己，沒有掉過，也都沒有理由掉的，因為他因為反過來，為什麼是這樣？可能我小的時候成績真的不太好，所以其實我什麼可以說我個，但係嗰一刻又聽完阿梁博士嗰啲識道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咁人生嗰啲好厚嗰啲嘢咧，冚唪唥諗曬喺腦裏邊，即係覺得人生有啲乜嘢咧？嗰一刻突然之間睇到自己人生係乜都冇。原來喺人生係乜都冇嘅時候，嗰陣時好珍惜上帝，係我唯一可以依靠嘅嘢。所以生命裏邊一路迂迴曲折咁行嘅時候咧，行到今時今日。都是帶住腓立比書嗰一句，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到今日，就唔可以放手，因為我諗，如果一放手嘅時候，我真係乜都冇，亦都乜都冇乜意思。所以因此，可以見得到呢個女仔嘅心情係點樣。不要叫醒情愿坏作，不要惊动爱情，等他自白。这个就是第二篇的 last 的位置。爱情又有两个看头，第一次就是外表和欣赏的落差，第二次就是互相寻找、相遇、捉紧那种又有得到又有失去那种的感觉，行不行？一边又想和他在一起，但一边又窥探他，另外一边呢就想等佢嚟，但等唔到又出去揾，揾到又唔會放手，唔放手 all the way 想直接 KO 佢，得唔得？去到好盡，呢啲愛情咧，其實嗱，所以因此你睇到 last 嗰句咧，就同呢一句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呢句説話咧，就有少少 contradicting 嘅，因為其實佢絕對捉住佢之後冇等佢情願啊，直接捉到佢翻去某個位嘅裏邊啦。女仔捉男仔去到嗰個位嘅時候，我諗男仔走甩㗎啦，咁啊。
冇咁男仔對女仔嗰個等他情緣嗰個浪漫嘅位喺度嘅，okay？ 所以所羅門將兩個層次嘅愛情咧都寫咗出嚟，okay？ 一個只係男仔 more 男仔或少少女仔嘅 style 啦，另外一邊咧就係 more 女仔但係少少男仔嘅 style，okay？ 呢度小窺探，但係就瘋狂尋找，呢個係似女仔為大部分，男仔為小部分，okay？之前那個 okay， 就很浪漫的，是因為講嘢的時候只是男仔大部分呢，女仔小部分 的一些愛情故事，okay？ 這兩集，okay？ 可以說大部分是講男仔的心靈和女仔的心靈，但有互相的穿插，okay？ 這個就是兩首，okay？ 這兩首呢，你如果看完個 conclusion 的時候呢，你就會知道後面究竟是什麼事。 2000 years ago Jesus Christ